今天这个太阳好，天气不像俺呀，长得不喜欢狗去哈。哦，这个天大，这天气狗去。嗯。你铁头子比我多，对，快走。喂，哎呀，扛起身上快点。 等到大概开包小时就差不多了。把你手机好。嗯。哎，你要抽干，都起泡泡了，啊，放在其他地方就泡起来了。我泡泡就等火灶滚好了，啊，不过多久就泡起来了。 等到慢一下啊！把你睡着。哎，差不多了，你看。哦，什么？有啊，没完？嗯。哎呦，好疼！来，嗯，哎呦，嗯，哦，他们来洗嘞。哎，有点气啊。 哎，那天外面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去哪了？晚。咦，那尿壶了的。哎呦，我想我去丢了了。嗯。哎。
小姐，快点的，这把没整的，还要讲。没写定就喊你。来。是。快点把活，生产线一些搬了。对的，小姐喜欢我们年龄的就。嗯。来来来来。多些点。我们这把是板材的，它是这样贴了。刚是这些板材，然后这也是啊。啥那个？还不紧张？嗯。你把那这作业就不必来丢这个。是吗？啊，这样把这丢去啊，也认真的。是吧？总共就是人工哦。这是观众啊，都是人工哦。嗯。要丢这也是观众啦。嗯。这个人哎。哎，你说你在干啥不是？我在大学前嘞，我是明天这边背着东西啊。什么样子？他留着桥面。老板，你在海椒问你啊？你在几斤呢？我吃了十五斤啊。啊，我几斤我。十块钱哈，这个能吃够吗？有的有的啊。这个小鸡蛋，我给炒小鸡就可以了。三斤就足够了。先走啊。对啊。啊。这点奶没洗了不？洗到白白了，我不来管油。没意思，没钱。你们有少点去啊？今个等十来去不？多了去啊？嗯。一碗没少做那个多，哈哈。洗洗了，还就洗洗了哈。他们怎么需要那个？哎呦，我们难做到，我来做路啊，难得做车，走准备过走。哦，这样，算你又到了，这个。我想喊坐车人，你要走啊？老天啊，坐车又难得坐了，就是啊。今天我帮你带一下，跟着我走你啊。感觉是好耍的吗？今儿你带人家来了？是了，妹，你在洗哪呀？我洗菜。哦，喊我买的这油纸包往你那里去。不要红的哈。喊这油纸包往你那里去。哎，不要。我买的有几斤香蕉嘞，没那天整手脚浆。好了，我洗。叫你坐车来了吧？走路来了。走路哦。看你快哇！我也走七路了。要八万里地，我就不坐坐车。今儿你来了，想看你疯了吗？就是还没看到，他人家管的有点事情了，啊，偷偷照片到了，说我看哦，哦，你这胖嘟了，实在丢人哎，那些老瓜哦，老菜哟，啊，人家说好就好，这个就嫩的，嗯，注意。这是红花，我说手燃起了，你管不管活的？这就不管了你，不吃了。哦、到这儿了，我倒点水。嗯，不等，也该倒好的，有点重个。你到旁边去吧。到了。你到我这边。我这黄金就管零件穿了，你吃不了黄。八块。这手脚脚闻得好香啊！嗯，这是味道的好啊！嗯，好香。
这手脚转筋筋，得整到俺样的。是哦，小妹儿啊，啊，睡点儿躺在站那儿得了，赶紧做事了。后面嘛，你紧接去看站那儿的伤。是哦，伤就站那儿就快一点哦。那就不大。本来就说啊，我昨天走进去呀，我一会儿想好个，我想到的领口睡点儿还没安逸的。哦，可睡点儿杨元。今天天天落雨噶，我也赶紧先我把头打打气啊。咱们把这水渠啊做好了噶，这下大雨啊，山水就准备进不去了。这得啥一件啊？好像四个月给是咯，请不老师人才去吧。这落雨啊，你要想肯定哪样嘞？哎呀，你们买这个火锅票，还有的，我就要以为这些菜店这边还必须要来两个看。你看这火锅馆，这是火锅店哎呀，他们来洗的哈。还有的，然后我就去接菜一起了。哎。好了，姐儿。哦，我们铺点老顶皮的，这火锅安逸。这会儿天气都安逸哦，冬天热，天气又爽口。这会儿我的热天想起了。我也喜欢啊。啊。我们这做开了，弄一只给定制的往里煮啊。是吧？对，这就开一开起来有钱了。吃饭了。你现在是就是肯定的事情。希望不要这次躺好就去了，走。你看，我要过个十七个满月。我在外面接送接的人去热气了，接送接到这个，到这让人去呀。今天我这去了，比如洗火锅卫生而已。是哦。可是你要去了没有房的地方，不是用多。是啊。这就蔬菜很而已。我做的这个。这个农村做的安逸哦，要去拿菜就去弄拿菜，弄起来就一些办了哟。开讲，我们娘准备，还以为有点接多呀哟，真只要过，不怕。